上班族使用电脑一坐就是一整天，若长期姿势不对，滑鼠手、滑鼠肩通通找上门。避免疾病找上门，可从调整办公桌开始。调整椅子高度，让手肘与键盘成90度。若椅子太高，脚碰不到地的话，可拿东西垫脚。萤幕距离调整到一只手臂的距离，高度调整到让眼光直视萤幕最上方。键盘滑鼠拉近自己，由于夹着电话办公，容易让肩颈不适，最好使用免持听筒讲电话。最后伸展筋骨，多活动身体，别让坏姿势影响健康。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，属于你的媒体苹果新闻网。